他每次路过照相馆都会摇两下铃铛，这一摇就是三年。等屋内的女孩抬起头，男人才傻笑着离开。阿斯是闵行的伙计，对少爷忠心，对老爷爱戴，看到少爷挨打他还会护犊子，即便鲜血直流，阿斯依旧把少爷护在自己的身后。你也要造反呐？上一世打人呢？啊！阿四吓得不轻，但他还是趁机让少爷逃了出去。这样的一个伙计很难不让人喜欢。这天阿四鼓起勇气让老爷帮一个忙。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喜欢打游击队存三年了，可我胆子小，过些日子你能帮我提亲吗？老爷点头了。阿四高兴地大喊着，老板万岁，老板万岁。老爷在迟疑两秒钟后当即让阿四掉头，准备现在就去提亲，因为现在不说可能过了明天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当时时局动荡，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是反清流亡者的避难所，也是策划革命的发源地，这里的政治暗杀每天都在上演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孙中山还是从日本出发，准备来这里策划全国起义。在船还没有抵达之前，香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负责孙先生安全的教头突然无故失踪了，就连他请来的保镖也在一夜之间全军覆没，不用猜都知道这都是清廷派人做的。李老爷无法置身事外，因为他跟教头不仅是多年的兄弟，这些年来他还暗中出钱替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李老爷在案发现场捡到了教头的钢笔，看到幸存者脸上的泪水，李老爷顿时动容了。他决定替教头完成未完成的事。才刚过了一夜，他们家的报馆就被警察给封了。警察长提醒李老爷，清政府不惜任何代价要除掉孙文，英国人等着看好戏。后天的事情谁娶谁死，你可别忘了你是生意人呢。你也别忘了你是中国人。短短的五个字点燃了现场的爱国情怀，即便没有了印刷的武器，李老爷也没有放弃。机器坏了，有拉满克，有重启，积极宣传，重新上来干什么去。这个老头是谁啊？从这一刻起，李老爷知道自己的脑袋已经悬在了半空中。阿四也想加入，因为他想护老爷平安。在孙先生到岗前一天，李老爷帮阿四提亲了。在提亲成功后，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。李老爷又转头找到一个乞丐，竟然请他去保护孙先生。